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楞严经很多注解，有一部注解叫做楞严经活论，活论是宋朝的德逢觉范禅师所著的，人家称他逢觉范，并不是姓逢啊。觉范禅师啊，他是修禅的开悟的人，他著一部楞严经叫做楞严活论。他的楞严活论里面注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六根啊，不要等到正果以后的六根敷用啊，就可以知道他六根本来就有敷用的功能。他在活论里面举例说，经文里面说的龙啊，乃至所有的这个六种人啊，他的情况且不论，就在我们在世间法上就可以体会得到有些不同的境界。他说蛇是啊用眼睛听的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他在注解里面这样说，他说蛇是用眼睛听东西啊，蛇不用耳朵听，而是用眼听，这很特别吧啊。那可见眼也可以听啊，啊，这个不必说是要拔南陀啊，那么他无耳能听，就是舌他可以用眼听，这很奇妙的。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，就在这个觉范禅师的这个活论里面看到，说舌是用眼睛听的，啊，舌不会讲话，没有办法问他，嗯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他说还有像霞啊，水母啊，它是没有眼睛啊，它是靠着霞来走动的，也不必去论啊问这个阿耨罗陀啦，水母就有这个功能的。不过水母实际上是霞附在下面，是它啊，是它的流出的液体，那么因此啊，这个有东西出现的时候，有问题的时候啊，霞会走，霞走了，那么水母跟着走，那么是以霞为目，而他自己没有眼睛，霞动他就动，是这样子啊。还有一个，他说人参啊，有鼻子能够闻香，可是你知道蚂蚁呀，它不用鼻子闻香。蚂蚁用什么闻香呢？他说蚂蚁是全身能闻。哦，难怪哈，我们凡是放了一点甜的东西，这蚂蚁很快就到，好像有神通。原来它全身都有嗅觉，它全身都能闻，所以蚂蚁是用身为鼻。活论这样说，说蚂蚁不会讲话，我没有办法问它，他说蚂蚁是用身体为鼻子。所以你放了一块糖没有多少时间，很快蚂蚁就来了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原来他全身都是鼻子啊。那么像这种你也不必去问科学河的神吗？蚂蚁是全身就是鼻子的啊。他说这个风啊，空中飞的那个小动物风，无论是蜜蜂还是有毒的蜂啊，它是腋下为舌，它的这个枝棒跟身体交界的那个地方就是等于舌根一样，它会知道味道这个也很奇。这不必去问焦凡伯迪了蜂它就用不用舌头可以知道味道
啊，他说风，吹的风啊，吹来的风，这个风它没有形体，可是你触它、聚它，它会怒，会怒，风会怒，怎么怒呢？风一直来的时候，你挡它呀，它会响吗？会有声音响啊。哎，你不相信，你到这个走廊，两边都是墙壁，中间一个走廊很长哦。那么风那边吹来的时候，你对面撞去啊，风会响的，呼呼呼呼会响。嗯，他说风你挡它，它会发怒。所谓发怒者，就是它会发出声音来。嗯，由此啊，可见世间众生不一定要用六根去分别这个六尘境啊。那么我们一向都认为必定要用眼睛看，必定要用耳朵听，这是我们习以为常，成为习惯了。实际上它可以互通的，我们不了解。下面就是再提一个情况，说明啊，不要等到正果，只在你凡情身上，他就有六根可以服用的这个情形出现啊。细细的去体会就会知道的。接下去经文说，阿难，今你诸根若圆拔矣，内银发光，如是浮尘即世即世间诸变化下，如汤消冰，任念念化成无上之觉。这是先说，如果你能够从一根深入啊，那么一根深入修成就之后，六根同时圆拔啊。今现在你阿难，如果在六根当中，诸根指六根，六根当中要选出一根来下功夫，这一根成就了，六根同时圆拔啊。六根同时圆拔的时候，怎么知道它同时圆拔？因为内银发光，银也是光，内指内心本具的自信清净光明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本有的自信光明它就完全显现了啊。那么如是浮尘诸气世间诸变化相啊，就好像啊用汤去消冰一样，随时都消灭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的凡情境界，等到六根圆拔之后，内银发光的时候，这个浮尘根的变化啊，所有的啊作用跟气世间，就是我们这个依报的一切变化相，都会融化，都会消失，好像用汤去消冰，汤开水了，热汤。假如这个水凝成冰，用热汤啊去融化这个水，很快就把冰消成水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一根修成就，六根圆拔的情况，就像冰被汤同化，通通变成水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到了你正果之后，所有的境界通通变成佛果的境界，就不是现在曾经了。所以应念化成无上自觉，应你心念所修的成就的时候，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正觉，成佛并不难啊。意思就是说，能够六根服用，距离成佛就快了啊。那么这是说明，我们现在在凡情，只要选一根下功夫，从一根下手，这后边就是要选这个耳根啊。那么这里处处佛不明说，他已经是要阿难选定一根的下功夫，就是耳根。多闻第一的人就要从耳根入门啊。那么所以后边呢，就是第二十五圆通说完之后，才为他啊坚定的选择耳根圆通给他修行。将来成就了六根同时圆吧。再说，不要等到正果，就在现在凡情啊，这个六根服用的情况也可以体验一些出来。
啊，所以经文说，阿难，如彼世人具见于眼，若令集合，暗相现前，六根黯然，头足相类。彼人以手损体外饶，彼虽不见呢，头足一变，知觉视同，说明一个人啊，不要一定用眼看，凭手的感觉也能分别出人身的头啊，头跟足可以分别的出来。所以佛对阿难说，好像世间有些人，一般人都是认为见在眼，眼睛才能看，去见于眼，把见的功用完全聚集在眼睛。阿难在前三卷经文都是这样想，眼能看啊，心能知啊，耳绝对不能看。一般人都认为眼能看，实际上啊，不要等眼看，眼能知道这个尘的境界。若令集合，突然之间叫眼睛闭起来啊，这个集合啊，就是好像小孩子玩啊，一个人坐在哪里，后边突然一个人来啊，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睛捂起来啊，一下子把他捂起来啊，那么让他看啊，捂他眼睛的是谁啊，那么突然之间眼睛合起来了，暗相现前，六根黯然呐 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黯然，不晓得啊这个前面境界是如何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被人用眼睛蒙起来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头跟脚一样相类似，就是分不出来了啊。不过等到他先静下来之后，哎，眼睛虽然看不到，他可以用手，鼻人被人捂眼睛啊，他用手以手损体外饶，损这个后边的人的身体外边，把它摸一遍啊，从头顶摸到脚，哎，他虽然没有用眼睛去看，鼻髓不见，虽然他没有看到啊，他没有看，可是头跟脚啊一摸就可以摸得出来啊，他不但可以摸得出来，还可以摸到知道是谁啊，是张三是李四，他一摸就知道这是谁啊，所以这个能够分别头脚的是什么，也不是眼睛啊，是凭手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手的感觉触物的感觉啊，跟眼睛的感觉不是很接近吗？虽然没有光线啊，没有办法分别这个颜色，可是呢，它能够把人身头脚全身分得清楚，一摸就知道啊。那么这个知觉还不是相同吗？主要在知觉是同，知觉是同，眼的知觉、身的知觉是同的。那么由此可以立知，耳的知觉、鼻子的知觉、舌头的知觉啊，乃至意地的知觉，他们本来都是同的。所以后边经文说，原以一精明啊，分成六合合啊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他们本来都是同的。原见因明，暗成无见啊，一般人见能见的作用的助缘，完全因为有光明，没有光线他就见不到，所以阿难一向执着一定要有光才能见到东西，有日月灯三光才能见到东西，才叫做见，见明才叫做见，见暗他就不承认叫做见了，所以他说认为暗不成见。那么因此顺着世间一般的说法，暗成无见啊，明才能见，暗好像没有见的作用，因为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到啊，就是等于没有见啊，实际上暗也是见啊，可是众生不这样想，不明自发，这处暗相永不能分啊，不是要等到你啊
这个本有的光明发现出来之后，才知道六根可以复用，啊，现在就可以体会得到。那么世间的暗相没有办法使你昏暗，啊，见金的功用啊，不会因为暗相它就变成昏暗的，啊，虽然世间昏暗了，明的功用还是存在，一样的还是清净光明，啊，根尘即消，云何觉明不成圆妙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修成圆通了，啊，根尘通通都融归本有的清净之性，啊，那么怎么不会成就圆妙的啊这个觉体呢？啊，现在的觉明就会成为本有的圆妙，啊，云何是反问词啊？等到六根复用的时候，距离成佛就不远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成就圆满光明微妙的啊这个佛的境界，啊，这就是由现在的啊觉明的功用，啊，梵文文字性，梵观观自性，由此体会可以证到本有的自性啊。那么显示啊，佛说很多话的用意还是要阿难选根，选一根下功夫。可是阿难他一直还是觉得不晓得该怎么选，还是不了解，所以还有很多文字啊来帮助说明啊。那接下去阿难听到这里，他对于前面的经文的说法他又有生了一点误会。怎么误会呢？他以为根据前面的说法好像是成为断灭了啊，眼没有明暗就没有见，耳没有动静就没有闻，他由此就怀疑是不是变成断灭了。如果以断灭之因想要成就常住之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下面呢集中念常，在科判里面是第三段啊，筹字下第三，念闻根不生灭性，密令玄而免圆通。下面用敲钟集中念常，念这个闻根闻性常住啊，不是断灭，以闻性常住不是断灭来消除阿难的断灭见啊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也是暗示要玄耳根圆通给阿难自修啊，因为他要显出这个闻性常住，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佛是要阿难修耳根圆通的，只是他还不明说而已啊。那么阿难闻到上文生起怀疑，所以下面他这个怀疑的文字很长啊，啊，八行多啊，都是阿难的怀疑的文字啊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言，因地觉性欲求常住，要以果位明目相应。这是重述佛说的话。阿难禀白释迦牟尼佛说：世尊呐，佛前面不是说过了吗？因地的觉性就是初发菩提心，初发心要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。那么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才能求常住的果位啊，才能得到啊。这是佛说的话。因地的觉心初发心，这个觉就是始觉，始觉是刚刚发起在本心中啊，想要修行求证常住真心啊。那么这个因心跟果位的名目啊是要相应的，这是佛在前面说过的，就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缘后然啊缘成啊就这个啊常住的修证才能成就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因要不生灭，果才能证不生灭啊。那么因此他听到这里，他觉得好像因有这个断灭见啊，那么要求果的常住怎么可能呢？他生起这个疑问，所以接下去他说出这个果位的名称来。
世尊，如果未终菩提涅槃，真如佛性阿摩罗斯空如来藏大圆净智，是七种名称谓虽别，清净圆满，体性坚宁，如金刚王，常住不坏。举出果位的常住的例子，举出果位常住的例子，要显示，果位常住是常住的，可是现在阴心好像断灭，后边他的疑问，阴心好像是成为断灭见，这里要先把这个果位的名目啊，先做个简单说明，阿难对释迦牟尼佛说，世尊呢？好像果位之中所证的果位啊，究竟佛果的果位名目，他列出七种来。本来在大乘经里面佛果的果位名目还有很多，这里单举平常常用的七种名目来啊。这果位的名目，第一是菩提，第二是涅槃。菩提呀，越自讲；涅槃越理讲啊，越这个能证果的智慧叫做菩提，菩提就是觉，就义叫做道，就义叫做道，心义叫做觉，菩提就是觉悟的这个意义，那么究竟佛国的菩提，在这个平常教相上说有三种菩提。真性菩提、实质菩提、方便菩提，有这三种菩提。真性菩提就是本有的，本有的菩提觉体，实质菩提就是究竟正果之后的菩提，方便菩提就是度众生的方便，那么这个菩提是果位上究竟正觉无上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指这个国体就成佛的无上菩提。这是越智讲，越理讲涅槃。涅槃印度话详细叫做摩诃般涅槃罗，翻成中国话就是大灭度，就是极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法体它的理呀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，诸法理性本来不生不灭，因此叫做涅槃，众生本具这个涅槃之理，但是要成佛了才能究竟正道，涅槃也有许多意义，那么一般说，像阿罗汉证道涅槃只是偏真，正道。偏离真空的一边的涅槃之理而已，不究竟，不圆满。要成就佛国的叫做无住处大波涅槃，那是究竟佛国的涅槃才是究竟的，那中间还有个游移涅槃、无移涅槃。如果是声闻人证阿罗汉果了，证到偏真涅槃，可是他的身体还在人间。身体还在，就是果佛已这个子福已断了，果福犹存，烦恼种子已经消灭了，但是现在身体的果报还存在，那个叫做游移涅槃，还有剩余的这个果报身，所以叫做游移涅槃。等到灰身明智入灭了，入灭之后灰身明智，那个时候就叫做无疑涅槃，这是阿罗汉。阿罗汉还在世间的时候证阿罗汉果了，叫做有疑涅槃，灰身明知了，那就叫做无疑涅槃，就是已经入灭了，这个身体已经没有用了，果报身已经消灭了，那就叫做无疑涅槃。那么这个是越声闻法说的佛国叫做无住处大波涅槃，它无所无以涅槃的这个名称
本来如是，众生本具，是涅槃的理，众生本具，人人具足。这个道理在《大波涅槃经》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啊。所以究竟成佛了，成为无上菩提啊，这是智；究竟成佛了，圆满证到涅槃，那么这是离；彻证涅槃之离，叫做涅槃。其中这个七常住果里面呢，我们只说了两种，真如佛性等留下的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，各种国家的语文，包括英文，来弘扬出去。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1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接下来